我出门了。第一次约会你就给我迟到，我到了。啊，一楼中庭。我也在一楼中庭呢。我在福利口等你。我到了。我都看到你了，快出来，别躲了。我没躲啊，我就在福利口。装，你在装。你快出来，到底在哪儿啊？以前就喜欢躲在角落里面，突然出来吓我。我没有，你在哪儿啊？李浩哲小朋友，请到。你是在世贸吗？我在世贸啊。我也在世贸啊，烟雾西路的世贸。请到一楼。你等我，马上到啊。对不起。哎，对不起，琪，我以为是下河路那个世贸。哎，肖先生，你忘记了？我们之前约好的，新的世贸一开张，我们就要过来的。哎，这个街道挺熟。那我们今天第一站干什么？啊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你不会等我安排吧？我做的是那边的攻略，我这边第一次来，我也不知道。跟我走吧。好。橙色微风拂过黎明，快乐的时局眨着眼睛，思念穿过海域，声音穿过我和你生命的注定。谁把心动模式开启，闭上眼听见世界呼吸，曾经流浪光怪和努力，转身依然是你。听我轻轻诉说 Love you baby， 只对你说，为了梦你怎么填满你的耳朵，如果勇敢能不能给人片刻把握，幸福降落。听你轻轻地说，혼나라마주对我说， Hold me tight make me smile， 填满我的漂泊，日出日落，如果心动是会给承诺，我的眼眸不会再闪躲。这个电影我好像看过了。吃吧。啊，妈妈你好可爱的羊驼。哇，羊驼。哎，哇，羊驼，我第一次见羊驼本驼。羊驼，哦，好软呀，羊驼。给你拍照。啊！它舔我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看见了。看这儿。羊驼，你饿了吗？啊！好可爱呀！拍了吗？拍了。你来，我不用了。你摸一下嘛。他好久没洗澡了，我觉得有点脏。没有，弄我一身毛。很乖、啊。不用，真不用。
小心点。好了好了没有啊？口水。好了。擦干净了吗？干了。好了没了。说羊驼的坏话，所以羊驼才生气，才吐他口水的。不要这么说，你还有礼貌。行，干了，去干。怎么办啊，小一成，衣服也臭臭的，脸也臭臭的。那我们接下来去干什么呢？不但确定。怎么又来这儿了？这可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。当然记得啦。哎，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我说的话是什么吗？同学，我这里呢有一款茶树黑面膜，不仅可以吸附油脂，还可以溶解黑头，五片起效，20片帮你终生无黑头。可以啊，你都记得。那你记不记得你当时说什么？我真的记不太清，但是我就记得我脑子里啊只有一个想法。就是我必须拿到你的手枪。哦，所以你当时说什么要是还想再买的话怎么联系你？都是套路。是啊，是套路。那我现在不是被你套得死死的？哎，对了，咱俩第一次是不是在这儿啊？不是。不是吗？在操场。那这么重要的剧情那怎么能没有呢？不行，得补上。怎么了？